超幫我刪刪呢個心理。望一望大家，我先由點嗰度開始講啦嚇，咁就睇翻一個到張點。點係一啲比較短促同埋簡單嘅筆法，喺楷書同埋行書入邊，點係有好大嘅分別嘅。如果係楷書嘅話咧，個點咧就係咁樣樣，停頓咧回一回。但係如果喺行書入邊咧，往往咧由於佢想迅速咧，佢會有機會咧就怒風嘅。而呢個風通常個方向去到下一個嗰度，下一個筆畫。譬如話睇住啊，譬如話點咧？啊，我誇張啲寫大啲啊嗱，咁呢個去到呢度嘅，就算你話我唔黐住，但我唔黐住啊，佢都係嗰個方向嘅啦，望住，都係呢個位嘅，佢唔去咗嗰邊嘅，唔去咗下邊嘅。咁呢個要知啦。第二樣嘢，變橫為點，換言之，個橫畫可以變點嘅。點本身係短嘅，橫畫有時都會好短嘅啦。譬如話三字，佢都可以好短嘅。上面嗰兩畫，於是乎形成咗個情況咧。既然佢咁短咧，就將佢變點啦，即係咁樣樣。點點點啊！短畫或者再誇張啲，點點點都有啊。又或者譬如話，好似個稿入邊個合字咧，嗱合字理論上呢個咧應該一橫嚟嘅，咁由於佢比較短咧，亦都我哋將個重心放咗喺上面個人字咧，同埋下邊個口字，於是乎咧個合字咧個中間嗰度咧變咗只係一個過場嘅啫啦。點？咁呢啲手勢咧要長期咁樣鍛鍊啊！長期的意思即係不斷交學費啦，不斷上堂啦，不斷做功課啦嚇。好，將樹變點亦都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啦。樹本身有兩種嘅，一種咧就係叫做垂露嚇圓嘅，一種叫圓針。將樹變點最大嘅樂趣就係將個樹嘅長度變短咗，將個速度變快咗。譬如話流水個流字，佢本身咧下邊係咁樣樣嘅。咁樣樣嘅，我哋可以將佢變成點呢？點？你多次啊？佢下邊嗰三嚿嘢咧，可以變成。咁中間嗰個咧，係點嚟嘅？同樣道理，一座山個山字。又或者神仙的仙字，我哋寫嘅時候為咗避免佢神仙嘅仙字同個企人邊太悶啦，我哋會將佢寫到點咧？點？咁就活潑啲啦，即係可以咁樣去編排，川字，山川河流嘅川字。點，即係可以咁樣做，同樣道理，將個撇變為點一樣啦。個真字，譬如話，本身係一下、兩下、三下，時間比較耐啊，速度比較慢，亦都要寫好耐。咁點做咧？我都將佢簡化到咧，咁樣，又或者。彩字都可以咁做，
咁呢啲要練啦嚇，唔可以太死板，唔好做嘅時候咁樣樣，一下兩下三下，嗱唔好咁樣樣，點收筆，點收筆，點。啊！呢度兩個差好遠嘅個樣。仲有就係撇立本身嘅配合，譬如話佢本身係咁樣樣，未來嘅未字或者末世個末字，佢將呢個嘢寫係撇立嘅。但我哋做嘅時候咧，係可以將佢融合到，將個撇變短咗，速度快咗啦，變咗做點。咁相對嚟講，個立字你唔可以咁樣嘅咯喎。嗱，咁樣好肉酸啊，見唔見得？係嘛？你望到都唔開胃，咁點做咧？咁將佢兩邊一齊變啦，點互相呼應嘅嗱，或者可以分開，係咩意思？後邊啦，變納為點，納都可以變點喎。譬如話秋字或者次字，佢呢度系纳刀嚟嘅，我哋可以将佢变成咁样样。嗱，点？又或者有时写个浪字，浪花个浪字啊，呢度其实系纳嚟嘅，或者反纳，我哋可以将佢变成点咧？將呢個攞過嚟，呢一嚿嘢縮短，要咁樣樣。咁長期做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再快啲，就變咗咁啦。所以係咁樣嚟嘅呢嚿嘢。下個字文後咧，大家要知。仲有就係將個口變點啦，呢個比較複雜少少啊。呢個將口變點咧，就係口字本身嘅結構咧，係比較算繁複啲，佢係由幾嚿嘢組成噶啦。一、二，佢咁有力喎。三，咁咧行書入邊呢啲當然可以豁免啦。你變咗做一、二，久而久之變咗做咁樣樣。譬如話，卻字點點，咁就好睇啦。你想象下，如果我唔係咁寫嘅話。咁就外眼嘅啦，呢嚿嘢同成個字唔襯嚇。流字又係流字，本身佢唔係口字嚟㗎，佢係咁樣樣嘅。不過我哋有時寫嘅時候會當佢咁樣寫，變咗有兩個口字，我哋會將佢簡化咗。其實唔係淨係呢度適用嘅，即係符合呢個要求，好多地方都可以咁樣做。譬如話寫個讓字。樣菜個樣字，你知隔離好多嘢噶嘛，咁樣樣噶嘛，個雙字係咪？我哋寫嘅時候，上面個頭係咁樣樣做嘅，得噶啦。呢嚿嘢已經代表呢嚿噶啦。仲有姓歐啊，歐陽個歐，或者東區個區字，咁樣就好睇過，又寫呢、這個，又寫呢、這個，行書咁樣就好亂噶啦。啊，咁我哋會取捨。即係點解講得咁 detail 啊，咁悶咧？就係、是、希望大家，第一樣嘢就係唔好驚咗行書先，唔好因為佢係料嘅就覺得好似好難入手。入手本身其實唔難嘅，攞住張嘢用把口講嗰啲先係難。最難就係你只係用把口講，同埋隻眼睇。真係鋪開咗張報紙、張台，真係揸起支筆，真係剪落墨汁度，懟咗個張紙度寫，其實已經唔難嘅。就算寫得唔靚，嗰啲馬擦，你都係學緊嘢嘅，係嘛？失敗本身都係一個經驗嚟。你話我哋新試試烏絲燈泡，試咗成千幾二千種嘢都唔得，喂，起碼佢試過千幾二千種唔得先啦。你唔試嘅話，你根本唔知佢得唔得。呢個好重要。所以你一定要試啦，行書是靠練出嚟。我成日都話一份都市日報又好，一份頭條又好，成份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咁大份六蚊幾七蚊，我而家好似七蚊嘅。你嗰份嘢咁大，你寫曬佢咯，寫個口字啊，
寫到佢順暢為止，寫到佢滿起靈覺，但又有力嘅，寫到嗰啲點好自然可以諗住三點嘅，呢個係一個實力嚟。啊，做咯，做多啲。跟住啦，多變少亦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技巧。咩叫多變少咧？我講過啦，一係就距離縮短，一係咧就速度快。第三種咧就係少啲嘢。你由呢度去到柴灣，中途停20個站，同埋中途停2個站直去嘅。咁你諗下邊個快啲啊？梗係停2個站嗰個快啲啦，行東朗啊，又行下路啊，又成咁。點解？因為佢中間停得少嘛。如果中間仲要冇紅燈嘅，仲快。一樣道理。如果你咁多個點就唔舒服又煩，咁點做咧？好簡單，語字。你本來應該係寫4點，啊！你簡單佢啊，將佢你變翻做3點或者2點甚至得噶啦，連住添仲要行，咁唔係淨係4點變3點嘅，仲有一個方法咧，比如話上邊累字咁樣都得噶，嗱2點嘅啫。有時你覺得過分的變3點又得，嗱咁都得，啊咁唔好問就話阿 Sir 幾時變啊？幾時咁做啊？冇得講嘅，你經驗嚟嘅，做多少少，啊成日寫下自然就會做得到，啊咁就會爭好遠。有啲你唔可以變嘅，譬如話你個縫字咁樣，啊2點咁，你唔可以少到變1點咁。但這個馬字可以變3點可以的 OK、啊、那這個是點方面的做法。好了，跟著了這張了4和5了，講4先，歪撇的都有的，應該不要抹出來，沒有了，有啊，沒有啊，撇嗰度咧有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又係如果係楷書話個撇咧，佢會撇出去嘅，真係。因為楷書嘅撇嘅意思係由重至輕，向住自己嘅左下角撇出去啊嘛，離開張紙。但係由於行書我講過啦，係環環相連嘅，佢係要每一筆之間有一個結構上嘅一個聯繫嘅，或者意境上嘅聯繫。寫個月字，呢一個圓理論上要去到呢一個頭嘅，所以就有咁嘅情況出現。睇住啊！停頓飛上嚟，嗱你唔需要太明顯㗎，你唔需要明顯到咁樣樣咁樣，嗱咁就怪啦，唔好睇啦，啊即係你唔好咁樣做㗎嘛，太過刻意啦，自然啲停撇，我哋叫大勾撇。第二種有字都係啊，嗱呢個撇向上提。另外一種呢就叫出風撇，個出風撇的意思不是向下，向下是不是都有風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是上面那裡。舉個例子，寫個夫字，它這樣提上去之後，理論上在這個位置它是這樣下來的，這個就是出風撇了。如果你不出風會怎樣停咯。咁但係事實上，各位你記住，呢、這、一個嘢上去之後，理論上係到呢個位置順勢落嘅，即係咁樣樣，所以有風嘅，係好正常嘅。位置又係啦，為什麼個位置呢度過去係有個咁嘅位嘅？你上去之後，呢度停一停，佢感覺上呢、這個同呢個完全冇聯繫，咁就唔好睇。有啲咁嘅小竅門，咁當然呢啲嘢你唔好刻意做啦，刻意做就唔好睇，要將佢自然地做出嚟就好睇啲，練多啲咧又係。跟住啦。撇的變形啊，撇很多時候在個行書裏面不會有這件事出現的，即不會變成頭重尾輕尖，
佢甚至乎變咗形㗎啦，一個漢字。停頓，停頓。嚟多次啦，重。嗱，佢唔係撇嚟㗎啦，重回風過嚟。又或者個欣字啦，林永英個欣字啦，睇住啦，佢有撇㗎嘛，撇啦，動撇啦，勾撇啦，嗱到佢冇呢啲嘢㗎啦，佢寫嘅時候會點咧？將第一個撇變形，變做一橫，順勢掕落嚟，點嗱呢個撇已經變咗點啦，重嗱呢個撇變咗仲有勾啦。反手上，或者甚至乎唔用反手，再快啲，睇住啦，撇啦，停停停，都系唔见撇嘅。所以呢啲地方你要留意得到，譬如话有啲时候撇变咗一点，啊，撇变咗一横啦，呢啲撇变咗反勾啦，上去。咁呢啲要知啊。好啦，背面個筆字，個抽字嗰啲又有捺刀嘅個抽字。頭先都講咗啦，抽字可以變長點嘅。仲有一啲係變形嘅捺刀，捺刀係比較上誇張噶，好多時候捺刀可以變成唔同嘅嘢。捺刀喺楷書入邊係比較上嚟講一個比較重同埋需要時間去寫嘅嘢。彎咧，回風彎有一個弧度啦，重慢慢拖出去。嗱，你相對於撇嚟講，佢難好多嘅，撇輕鬆啲啦。點話打洞都難嘅，但係唔夠捺刀難，因為捺刀嗰個長度比較長，同埋需要經歷的途徑比較多，物質比較用得多，但是這件事本身在行書裡面就不是很覺的，它會變成怎樣呢？當然它可以照寫的，捺刀，但如果你照寫呢就不好看了，所以如果你變成這樣就很好看了。你看看三個不同樣，咁即係呢個就係納刀嘅特別嘅地方。上次都講過啊，譬如寫個浪圖嘅圖字，啊浪圖嘅浪字，佢其實呢個係納刀嚟。我哋好中意簡單到點咧？長點，最簡單啲。啊，變成咁，最後咧？有時納都同撇一齊啦，譬如話個豬字，佢可以咁撇納，或者係之字。佢可以變成咁，呢啲都係啲變化嚟，一邊學一邊做，因為冇可能全部教曬，需要啲時間，大家一邊揣摩下一邊睇，同埋有啲手熟面嘅呢啲，俾啲時間做一做。咁稿方面係咁多，有冇咩問題？得啦，我睇下啲功課。